你说啥？我娘赶着好多马回来了。娘，娘，你看见我了吗？好歹下来，快下来！王大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！儿子，千万记住，不管发生啥事，都别出来，记住了吗？咋了吗？我找了你整整五年，没想到你就藏在我眼皮子底下。认识我吗？半截沟的麻子老七，你认识吧？你杀了他。是。他是我兄弟。你为什么杀他？当初拉杆子时定的帮规，劫富济贫，不能奸淫妇女，滥杀无辜。麻子老七他奸杀女人，我杀他是在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，说得好。啊！啊！啊！今天我也替我兄弟清理门户。你的女人呢？听说长得很漂亮，你把她叫出来，让兄弟们乐呵乐呵，兴许我会饶你一命。呸！你娘在哪？说呀！畜生，放开我儿子！要杀要剐，你冲我来！告诉我，你娘在哪儿？说呀，你娘在哪儿？Thank you.
快快快！韩生，韩生，把这坛酒送过去。哎哎，马警长是个懂规矩的人。这些年我们在一个地盘上吃饭，井水从没犯过河水。吃点啥？咋了？我的男人和儿子让人杀了。谁杀的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你找我干啥？因为你是警察。几年了。方圆几十里就我一个警察，上面老说再弄个人过来，弄来弄去，去，还是我一个人。嗯，一个人也罢，两年了，连一个子儿的薪水都没有，老子只能吃了抹抹，换剪子了。替我抓凶手的赏钱。够了吧？刘三。哎哎，绝你就行。结清了啊。
是谁杀了他们。你得离开这儿。你替我把仇报了，我就走。报不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他们是谁？把人杀了，又吊起来，除了他们没别人。谁？红山崖，麻子老六。哪一句杀了他们？我劝你一句，赶紧离开这儿，走得远远的。但我把仇报了，我就走。我说了，报不了。活鸭子，毛蛋，你们放心，这仇我会给你们报的。起来，麻子老六呢？别回头，别动！啊！你别动！干嘛？
知道他们在哪儿，我找到他们了。你不能不管。又喝多了。看你这裤子都尿成啥了。介意不说话。马警长是个弄不成事情的货，你让他给你男人报仇，恐怕是瞎子点灯，白费蜡。他是警察，应该为我的男人和儿子报仇。他是个赤膊膊混卷子的货，你恐怕是指望不上喽。马警长，你要为我做主，就是这个逃兵把我打成这样子，两条腿都给我打断了，凶器我都带来了。刘站长，啥想法？把这狗日的干了，杀掉。事后有重谢。放心吧，有数了。自古以来，杀人偿命，犯罪坐牢，这是天理。我马某人一向秉公执法，谁也不能在我的地盘撒野。刘家长仗着家里人多势众，没少干伤天害理的事。人家替他儿子顶了壮丁，他还糟蹋人家婆娘，真是畜生。马警长又使了他的钱，嘎柱子看来要把牢底坐穿喽，小命恐怕也保不住喽。放了我，把老子放出去！我要杀了刘家长那个畜生！出去？不可能！
到时候柳家长来管我要人，我咋跟人家交代？你干啥？我的男人和儿子让人杀了，你不能不管。我管不了。你必须管。你吃了豹子胆吗？凭啥就牛皮？就凭你使了我的钱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马三老六的对手，咋给你报？马警长，你就是个窝里横，是个欺压良民、贪生怕死的货。你不贪生怕死，你有种，你杀了马三老六。你敢放了我，我就敢杀了他。你敢杀，我就敢放。你敢放，我就敢杀。好吃的，把好吃的都给我拿出来。钱呢？进马警察的账。把他家的，这是唱的哪出戏啊？吃吧。如果你能帮我杀了麻子老六，我一辈子供你吃，供你喝。弄一张大幅画像挂在墙上，你肯定得供着他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听你的意思，我这吃断头饭了？断头饭可是你说的，咱们丑话先说到这儿。是你要去替他报仇的，生死与我无关。我生我死，关你球事儿。是条汉子。马警长，有件事儿我得说到明里。等我杀了麻子老六他们，我和那个畜生刘家长的仇得做个了断。他刘家长又不是我爹，你想干啥就干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马四老六的老巢在红山崖。
小马子又来了，没活路了，和狗日的拼了！王八蛋，货都给你们抢了，咋了？还想杀人灭狗吗？来吧，也不怕。谁干的？麻子老六，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吗？麻子老六，人呢？跑了。是。山头的队伍上的吧，没饭吃了，想入伙吗？不是，想杀个人。杀谁？麻子老六。咋结的梁子？不知道。那就是有人雇你了，雇主是谁？一个女人，她说你杀了她的男人和她的儿子。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值得吗？没办法。非杀不可吗？非杀不可。那就成全你，掏家伙吧。柱子老道吧，也不是马子老六对手。我说过了，谁都收拾不了他。别花了。饿死都没用，明天走吧。没办法，谁都报不了你的仇。
牲口拉到后院，东西卸了，料给足，水饱。说，他还有气儿呢，把他弄进去，黑灯瞎火的，别让狼给吃了。哎。到了啊，沙漠气氛了，路上耽搁了一阵子，喝茶，饭马上就好。说，咋办？弄到客房。哎，事儿，我咋知道咋回事儿？他是个疯子，我好心好意把他安顿到床上去睡觉，他突然对我又抓又打的。别和他一般见识，他喝醉了，喝醉了。谁家的女人？可怜得很，男人和儿子被杀了。为啥？说是寻仇，麻子老六干的。咋结的梁子？不知道吗？男人和儿子出事后，就天天缠着马金章给他报仇。马金章是个吃了馍馍混卷子的货，哪有本事给他报仇呢？他真没男人了？这是不敢胡说，没了。叔，我给他当男人，他的仇我报。狗东西，嫩得很是不是？我没胡说。他敢给我当老婆，我就敢杀了麻子老六。你这个水怂娃。我才不管呢。他给我当老婆，我什么都不管。狗东西，你有屁行的本事？麻子老刘是你想杀就杀的吗？我能，哼！一个嘴上过干瘾的货，想婆娘你是想疯了。如果你真的杀了麻子老刘，我给你做老婆。你说话算话？算话。叔，他答应我了。叔，我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给你当亲儿子，我伺候你一辈子。叔，我都26了，我还没碰过女人呢，你就成全我吧。啊！狗东西，这是送命。
碎，让我抓住你，扒了你的皮，烤了你的肉。韩师傅，都怪我多嘴，弄出这事儿。对不住了。你是个好女人，我见你第一眼我就喜欢你，可是我没有取你的命。狗东西，见个女人走不动路的货，走不走还想送命了？谢谢。哎，别别，我也没能把仇给你报了，是我对不住你啊。这个女人是不是和那个小老头壳好上了？好个屁！原本说好了，他帮那个女人杀了麻子聊聊，他答应嫁给他，没成想，差一点把命搭进去。狗东西，他没有这个命。杀了麻子老六，才能娶这个女人，我看谁都没有这个命。是不是谁杀了麻子老六，他就给谁当女人？是不是这个女人亲口给你说的？亲口说的呀，我听得真真的。这就好办了。啥好办了？她是我的女人了。去吧你，好好的卖你的肉吧，别说梦话了。干啥的吗？他爹、儿子，谁让我是个女人？你们的仇我没有办法报了。你的仇我给你报。虽然我是个宰羊的，急了我也能宰人的。如果你真为我报仇了，这一辈子做牛做马伺候你。牛马我不缺，我就缺个老婆。我给你做老婆。你说话算话。我说话算话，我真的给你做老婆，我真的给你做老婆。走了。娘，娘，
行，别开枪！啊啊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他是谁？小马子。刀九，刀九，喝，喝，喝，好啊！命了！别喝了，你赶快把他弄回来吧，他这就去送死，送死呀！我要跟他们拼了！我拼了！放开！
怜那牛二呀，这是想媳妇想疯了。一个卖肉的嘛，不好好卖肉，还想当刀客呢吗？你咋那么多屁话？去，抬个棺材，把人埋了。叫我打枪，交不交？你不会用这个铁疙瘩，兴许还能活命。你不要命了，我就教你。能不能活命我不管，我要报仇。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。酒鬼，喝，喝，我让你喝。
什么呀？你这衣服都臭了，换什么？哪儿弄的？我老婆的。你有老婆？我怎么没见过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难产，老婆孩子都死了。他一定很贤惠。很漂亮吧？很漂亮。你很爱她，对我也好。对不起，不该提她，让你伤心了。没啥，都过去了。什么呢？这点兵不厌诈。记住，想报仇，就得用一切能用的办法杀了你的对手。这是你老婆的，我不能穿，你留着做念想吧。念想有时候更折磨人。麻子老六，人呢？原来是你，不如我们乐呵乐呵。
人呢？大师去了。呀！真的杀个片甲不留！我不管！听我一句话，赶紧逃吧！我不管！我要跟他们拼了！你放开！哎，那个女人呢？不知道吗？马警长，你还是把女人交出来吧。老规矩，咱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。要是你不把这个女人交出来，老子就要开杀戒了。你信不信我会把全镇子的人都杀光的？看来马警长为了这个女人是要坏规矩了。麻子老六，你杀了他的男人和儿子，这事儿就算了。给我个面子，手下留情，放了这个女人吧。这个面子不能给。我麻子老六一向是赶尽杀绝。你还是把这个女人交出来吧。我好歹也是个警长，人不能放。马警长牛逼！you
请扔活鸭子，毛蛋儿，还有一起躺的兄弟们，黄沙镇的老少爷们儿，把仇给你们报了，你们就好好的躺着吧。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谢谢你们。马警长，麻烦你了，也谢谢你。皇上，真是。